过敏癫能根治吗？啊，他应该说的是过敏性紫癜。对，应该是，过敏性紫癜能根治吗？这个问题呢，因为患者仅仅是这么一句话，也没有告诉年龄、性别以及病史，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，不能做出直接的回答。那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，这个过敏性紫癜呢，一般是像青少年比较多见。像青少年的这个紫癜呢，经过积极的、正规的、科学的治疗之后，它是可以痊愈的。对于成人型的紫癜呢，相对来说，这个愈后呢比较差一些，但是这里边也不是绝对，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经过积极治疗之后，不会进展到肾功能衰竭。也就是说，具体情况还要根据我们这个患者的年龄，对，以及他的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再分析。是的，好的，非常感谢刘主任。